我相信比尔吉沃特的智慧。OK， 血钻。背叛就像杀人一样残忍。更多火药。你胆子是特巴真肥。 这波线他应该是回家，他也查不到。总之他就究极血亏。妈的，没解到，快点技，看个西兰刀出来。 把他们的腰子砍出来！又一个！我车没了，我操！还行，不上车，不上车。 被死个爆杀！当心炸弹！更多火药！看到你石沉大海了！这应该不会往前面走。 要么从上面回家，要么来河道，他不可能再往线上走。这哥们骗不了这个人，我操！ 刚好放眼，他那个眼我刚好没扫到。<笑><笑> 不要相信，不要急，我。<音><音>
那么害怕还他妈找我？不要以为我敢敢当当爆发，才加28分。来吧，战斗，受死，烧吧！这不是这么连 A 的呀？你他妈会不会玩啊？然后你又不想回了，到最后你就会下路掉线了。他不是挂机，他说他网络不行，哥们我拒绝。现在投降是输，不是重开，要掉分的，但掉的会少一些。那下路塔都要被推完，剑魔就不和我打了。我在火中找刺给他们。不动手不行，再不动手我的游戏要结束了。小炮下步应该换线，换线了，但我就感觉我打不死了。要不你去上路守一下，好兄弟，你去上路吃兵加等级就行。如果我这波去上路，我就在上路看牙。他们要推中，那齐安娜会来下的。AD 说到校园网很卡，不知道他还来不来。如果我是 DJ， 你会爱我吗？你会爱我吗？你会爱我吗？好，有眼。哎，我的车，我的车，我车，人车手很慢，我操！我现在去上路是不是还能再吃一个渡城加一个塔城？被标，哎，我他妈怎么被蹲了呀？不会被豹女抢？逞完之后还剩300血，我妈的！就我和人马是优势，这就是马优势。他们那边马上要吵架了，他们在边路一直会死的。默认就大命了，哥们。哎呦呼呼呼，这发木刃点燃都不掉血的，我操！这木刃点燃都不掉血的。卡了，兄弟们！啊！
级单杀十一级成名，哇操！四级杀完直接才五级，那不是？啊？哥们怎么又退了？打了兄弟们，真卡了，真卡了，不骗你们。小炮的，干嘛呢？怎么还跳起来了的？我操！这个小大师可以，有大师水平，行。哎，点歪了，哎呀，应该给人马点赞的。